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八場賽事，三班一六五零米嘅泥地，全熱門啊七，平海飛星18元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前面快咁啊，埋邊咧電玩王者啦，咁啊中華之光啦，中檔位置仲有金剛之星、大我檔、黃山、平海飛星走上去啦。咁啊再見到後一層嘅馬啦，大約喺第五位咧，咁啊中間位置咧仲有翡翠福星啦，埋邊紫色衫、黃毛、蒙古傳奇、內蘭和平路啊、黃衫嘅。後面那些馬先有冰糖葫蘆啦，威勢之寶就內蘭戴面箍嘅，後面五匹馬黃龍司令、威利熱流、佳之武士、馬主星輝響尾二包咗落尾，紅衫咧就係嗰只行進寶區嚟噶。跑對面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放頭嘅馬係金剛之星啊，咁拋離咗大約個零身位啦，平海飛星第二位，咁啊內蘭第三位咧有呢只電玩王者啦，出邊粉紅衫走上去就翡翠福星啊，第五位啦，咁啊紅帽紅眼罩嗰只咧就中華之光就跟住佢哋跑嘅。在後面內欄咁啊，黃衫黃魔和平路中間紫色衫猛錦旗蒙古傳奇出邊黃龍司令啊，再後啲嘅馬啦，咁啊仲有威勢之波內欄上咗少少啊，後邊嗰幾匹馬冰糖葫蘆威利熱流，再後邊嗰三隻紅衫行進寶區黃衫馬主星輝越騎越褪咧，就係嗰只咧佳之武士嚟噶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金剛之星仲係佔先啲嘅，跟住第二位就平海飛星開始咬上嚟啦，再見到向入邊偷位上嚟，仲有電玩王者啊，外邊追嘅馬係中華之光啊。再後一層嘅馬咧，仲有和平路入邊上緊嚟咧，就係呢啲威勢之寶啊！兜到嚟最後百零米，金剛之星仲係佔先啊！平海飛星第二位啊，後邊第三位嘅馬仲係中華之光入邊追緊上嚟，就係威勢之寶啊！咁啊，電玩王者騎師墮咗馬，最後五十米，平海飛星追緊呢只金剛之星，外邊上嚟仲有威利熱流，平海飛星贏跑第二名，金剛之星第三名，應該係外邊追上嚟嗰只威利熱流跑第四名咧，威勢之寶、中華之光需要影相啊！騎師電玩王者騎師墮咗馬，咁啊接近終點嘅時候，平海飛星終點前啱啱過咗金剛之星，跑第三名威利熱流，第四名嘅馬咧有呢只威勢之寶、中華之光，咁啊要影相，出邊仲有一隻嘅，咁啊和平路，咁啊都叫做有機會近影下相咁啦。七號平海飛星啊，莫雷拉咁啊食個尾壺啊，跑第二名咧就係十四號啊金剛之星黃俊，第三名12號威利熱流李敬國，第四名咧就係13號威勢之寶田泰安啊。咁啊，電玩王者又跌咗落嚟啊！咁啊，見到騎師就先就跪喺度啊，希望冇事啦。係啊，我而家騎師起翻起身嘅。咁啊，嗰只馬就要拉布啦。莫雷拉咁啊，尾場大熱門，咪都幫蔡玉涵贏翻邊啊！我見到騎師起到身自己行嘅，而家都幫蔡玉涵贏翻邊。三揀一嘅預計派彩勝出咗入皮 A 一隔夜熱門派15元。繼續 A 一啊，喺度尾場。咁啊，都幾吃力噶，臨尾追只金剛之星啊。騎師王嘅預計賽果勝出嘅係騎師編號二號嘅莫雷拉，積分係36分。咁啊，留意翻啦，咁啊，尾場咧，家人觀眾睇翻尾場即式派彩同埋其他大彩池嘅派彩，都可以上翻熒光幕上馬會網頁啦 ，www.hkjc.com 啊，嚟緊好快，星期六就有賽事舉行噶啦。咁啊，莫雷拉潘頓今日其實大家都係兩個第一啦，兩個第二啦，不過莫雷拉有一個第四喎頭場啊，咁所以嗰個騎師王咧就。最後佢贏嘅平海飛星，咁啊再次喺呢個夜泥度贏翻場啊！好在佢啊真係有千百氣量啦嚇，一步步咁樣蠶食翻只金剛之星。馬頸位贏嘅。好，恭喜馬主啦！我具有過關得手啊！嗯。四連環嘅預計派彩，七號、十二號、十三號、十四號派5753元。睇埋四重彩，七號、十四號、十二號、十三號順序就派65380元。不過有啲可惜，其實即係只電玩王者就意外啦。其實如果唔係意外，有機會追上嚟，勁㗎！佢其實嗰下好勁啊，上嚟嗰下，即係有啲可惜啊，真係。冇辦法啦，即係呢啲係今晚有嘅馬房嚟㗎嘛。
呢只抽個二檔，上一次陳佳怡發揮唔到嘅，實後面三跌望空，諗住今次都係㗎啦。咁啊有意外就冇辦法啦。其實呢個位佢守得好好啊。係啊，嗰度其實佢而且佢上嚟嗰下，佢勁過平海飛星啊！佢第一下剪步嗰下，可惜就真係冇辦法。冇辦法。咁但係中華之光嗰啲又冇跑錯啊，咁係錯就錯就全晚空啦，辦法。跟住嗰個位係咯。又不是說、啊、走出去望空啊，不是那些情況。直路都以為他仲有 pace 嘅，話最後那兩步直情轉弱得咁緊要。其實和平路一隻很泥地的馬嚟，不過很難發揮嘅馬，有啲古古怪怪。佢翻條都要近嘅佢，而家喺第六位啊。黃武，不過有啲老馬都要致敬啊！啲威勢之寶啊，仲有啊呢啲，今晚都仲幫馬主揾翻啲獎金，追到上嚟㗎都。他哋就好中意呢啲咁嘅場地，可以喺呢啲場地加速得到嘅。唉，呢日真係可惜，真係可惜。好彩人冇事，都因為好彩啲馬都走曬出中跌啫。如果唔係喺裏邊跌，馬都幾危險啊！即係啲意外唔想睇到啊！真係。馬係好嘅，平海飛星，不過真係都唔係值得一點幾嘅馬嚟，呢啲真係。而家你睇到都好險嘅咋，其實都好險嘅咋。因為即係嗰只金剛之星真係都輕磅咧，你放放下放順咗，仲未追到。其實佢都試過放放下順咗咧，佢好難追嘅。不過佢唔係次次做到，啊，佢係間中做到嘅啫。好啦，睇下第四名張相啦。威勢之寶，分段時間頭段27秒78，第二段22秒98，第三段23秒87，末段24秒64，總時間咧1分39秒27嘅。